今年一度安定欧盟三亚文化活动将在23号登场。记者会一开始是由着小朋友打扮成欧盟公主、甲王子，还佮有各种的造型来围着欧盟这活动做声势。活动当中现场有 DIY 彩绘，还佮有石龙教育体验、农夫奇迹展示，还佮有2800份的油麻粿，免费来提供予参加活动的民众来品尝。今年一度安定欧盟产业文化活动将要伫十月23号伫安定区公所西平停车场展开。今日由区公所对外召开记者会，一开始由小朋友打扮成欧盟公主甲王子，以及各种造型来与欧盟这活动做声势。带来了可爱的电锅，制作了麻油鸡饭，芝麻爱卷有没有？看到它带卷就是要加上芝麻哦，哇！在记者会，区域农业局代理局长陈仲杰表示，安定区土质适合栽种乌麻，在200公顷乌麻田内面有50公顷乌麻是甲农会客租，而且农会乌麻含水量低，油脂量高，啊，做出来乌麻油更加是寒天进补的好选择。囡仔，阮细汉开始，人就讲要食台食台湾麻。台湾麻是非常优质吼，尤其伫咱安定吼，啊安定经过咱公所交农会不断的推广以外吼，咱的麻油啊，咱的品牌吼，伫咱的消费市场来讲是非常的，大家受大家肯定啦吼。所以咱农会交咱公所不断的推出咱麻油相关的加工品，吼啊，所以哦，这加工品哦。出来了的时阵，会当增加咱农民的收入嘛，啊嘛会当讲将咱的麻油吼，安尼麻的这个产业会当推展更加大吼。今年欧麻节产业文化活动，当日现场有 DIY 彩绘、石龙教育节麻油能体验、农夫奇迹展秀，并且阁有2800份的麻油粿免费来提供予参加活动的民众品尝。原则上，上个热门的，就是咱有这个麻油粿，吼，有2800份吼，大家免费来品尝吼，啊，佮有相关的磨菜品，吼，啦，真丰富吼，啊，有一挂 DIY 的彩绘，还有囡仔的一挂表演活动，吼，啊，有一挂趣味的活动吼，啊，会当共同来参与，啊，度过一个快乐的拜六。安定区农会指出，安定乌麻油除了品质袂歹，近年来乌麻清油也得到消费者的喜爱。只要伫活动当日到农会超市购买满约500块，就赠送摸彩券。欢迎大家伫23号来到安定参加，有只阁有算的乌麻产业文化活动。记者肖正伟安定区采访报道。